来来来，感谢您的时间，感谢您的一晚。怎么又是握手？我记得第一次就是大家都过来握手，我整个人就蒙在那里了。请坐，请坐，随意。难掩掩饰的开心。是你找的地方啊？你经常来这里吗？我第一次来，但我有听说这里的一些事。我没有来过哎。你让我构思一下台词，我开场白了，给忘了，我想。你还有开场白呢？对。因为我准备了一下。啊，就是你不要感到有压力。啊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casual 的那个 mini date， 然后，就是如果是小屋外的话，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所以这个还算是我们，跳出舒适圈的一个举动。我人多的时候可能话就很少。啊，我也是。应该是没有时间吃的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等我一下。嗯？哦，这是啥？那给人买吃的去了。哇，去买吃的给他。你猜？我不知道正不正宗哎。酸辣粉、牛腩粉、三鲜粉，全是粉。你不是说要吃粉吗？哦。啊，什么时候做米粉吧？可以有。天，这是湖南米粉吗？是的呀。哦。湖南米粉，厉害厉害。哦。他是湖南的呀、啊，他是湖南的，他喜欢吃粉啊。对呀、啊。他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粉，他把所有的粉都买了。对啊，哦、这很加分。我跟你讲 ，Simon 真的是，他不是没有想到，是他真的没有机会。嗯，可以是吧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那好开心哦。你看，有点幸福了，开心了。湖南女孩一吃粉真开心。那你是喜欢深圳来深圳的吗？我是疫情回来的。那你想要在国外干嘛？就我之前自己也创业什么的。哦。做什么？妇女权益。放了 NGO， 哇，那你还蛮吧，就怎么说呢，尊重女性，就是之类的吧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从小身边的男生朋友真的比女生朋友要少很多。就是你是能感受到女生的感受，然后后来呢？后来就凉了呗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了。对，对，我想起来你是英语，也之前也英语专业，我发现学英语的人呢都比较感性一点。
我还挺理性的吧，我还是很摩羯的，我觉得。啊，摩羯是摩羯座。他俩聊得很开心，很舒服。我觉得好像2020年大家都不是过得很好。嗯。我觉得我做自媒体，我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。要敞开心扉了吗？大家真的很羡慕这个行业，好像你出去干嘛，包括你自己平时用的化妆品，你用的什么？我被困过，被困在上面。为什么？滑雪，然后挑战了一个最最高难度的，结果暴风雪了，就是2020年的事情，我差点死掉。嗯，后来跟我朋友就是3个小时在雪地里面手脚并用的爬爬爬爬爬爬到一个小的救生站里面，然后进去。躲起来躲了一下风雪，然后才过。哦，所以我真的是人生顿悟。所以你最后时刻想了什么？我想了山下的拉面，我想了吃的，就是一日三餐。我觉得三门要的很简单。在过去之后的当天晚上，你会非常开心，你会觉得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，就是我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。这个体验特别好，虽然也不是说对鼓励，就是不能频繁尝试，所以也就庆幸有那个事情。然后我其实后来很多就想通了，对啊，少很多烦恼，就平静。原来平静是这么来的、哦，对啊。但我现在还是蛮怕的，不是很敢再去那个环境。天，结果我一说就说到你不敢去的地方，我天！那换一个雷区，要么就是海边吧。是海边吗？嗯、海是哪种啊？是那种萧瑟的海，还是阳光的海？所以你喜欢萧瑟的海吗？就英国那种海边的曼彻斯特那种海。我电影里见过，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，因为在我脑子里没有萧瑟的海。我就喜欢阳光。好，对，记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送你东西。还有东西呢，还带了礼物来的。两样呢。啊？我看先介绍谁好啊？你叫重要一点的吧。重要一点？那个不重要就不算了吧。哎，不行，必须收。这是 Katie。Katie。然后这是 Perry。
转机。可是我也不希望转机是从这里开始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是会有一点，是不是因为男生做的太多，那个女生觉得我必须要给你一点回应，觉得有点愧疚啊？这个爱像是施舍。